我现在人在 BMW i8 Coupe 跟 i8 Roadster 发表会。那今天发表会的重点呢，当然 i8 Coupe 它也到了大规模改款的时间了，同时 i8 Roadster 也在这一次一起登场。 i8 Roadster 当然是更为帅气，改成了软棚，这个软棚机构呢，它只要15秒的时间，它就可以从全开到全关。那另一方面呢，这个软棚呢可以在时速50以内做动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慢慢开就可以完成开棚跟关棚，其实是蛮帅的哦。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，原本 i8 Coupe 它是2+2的座椅配置，那换成 Roadster 之后呢，因为要收纳敞篷机构，所以下面原本座椅的位置就改成具有100公升的置物空间，上掀式车门也变成无窗框，其实整个看起来是非常帅的。那性能方面，前轮是用电动马达，后轮是用 1.5 三缸涡轮，重效马力有到374匹，0-100加速是4.6秒，极速到250公里，纯电行驶它可以到50公里之远。售价方面呢，这一次登场的 i8 Coupe 是998万， i8 Roadster 它的售价是1168万。帅呢就是要多付出一点，我真的觉得 i8 Roadster 真的是蛮帅的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欢迎你留言在下面，我们就会帮你解答。拜拜喽。